刚刚玩过的虚拟的，我们现在就真的来试看看真实的。那么首先一样的长短角，对不对？好，长角是正体，短角是接地，所以您那个 LED 灯的部分呢，如果说您要接到像我这个一样接到零二跟接这个接地这一块的话，因为它角要稍微开一点，这个这里你真的可以叫它角打开，只要不要弄断就好，这样了解哦。那您在接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把它插到底哦，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哦，就是你接进去的时候要插到底，要插到底。那我们现在 LED 灯，因为它的电需要用的电还有那个很小嘛，所以这样开着电源插上去是还可接受了。但是等一下如果我们要用，比如说 LED 电矩阵那个超音波，就是要麻烦老师养成良好习惯，切断电源，装装置，装好之后再打开电源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好，这样相对比较安全，设备比较不会坏掉。OK， 好，那您就先确认一下这个脚能够接上去了，我们就来这里。那刚刚呢，这边有 LED 那个 Blackley 的基本的设定哦，就是您看一下脚位是在哪里，好，确认好。确认好了之后呢，刚刚点亮是一个原则，先把开发板叫进来，就是硬体的部分我们都先预设初始化好了之后，才来把这边做这个动作。您可以用按或者是闪烁，那先确保说您的灯会亮的。等一下我们就来加一点互动的部分。什么叫互动的部分？因为 Web Demo 既然是网页嘛，所以我可以用网页的方式，这个灯我点这个图片。它就开，点这个图片就关灯，哎，等于说有点像我们在用 APP 一样嘛，我 APP 上做个图，按钮按一下它就开，按一下就关，那个概念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互动之前，先完成，让老师先把这个灯确定能够亮起来，先试看看。好，老师们都已经完成了，直接现在都会闪了之后，我们来加上互动。那加上互动的部分呢、啊？这也是 WebDuno 一个比较大的特色。您看这边，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叫做烧杯，这里这个地方。但是你会发现我现在可不可以按？不能按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现在这个程式正在执行中，所以您要先停止这个程式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烧杯就会按下去，有没有就跑出来了？可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显示文字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灯泡。所以在这个烧杯的部分，其实就是我们网页上的互动的方式，互动的方式。那您根据您所选择的不同的互动方式，您注意一下左下角这边会有一个专门控制右手边网页的积木，所以选的互动方式不同，左下角这个不一样。好，了解这个概念之后，我就换到灯泡。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变成点击灯泡了？嗯，好，顺便提醒老师一下，积木如果错了怎么办？丢掉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有一种，有时候老师会比较喜欢找垃圾桶，用这里搬到这里来是一种方法，但是这里有点远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快一点的去丢这边也可以，懒一点的按 delete 也可以，这样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呢，先暂时把这个先丢掉。哎，但是老师要养成一个习惯哦，因为我们 Blackley 跟老师，我用过那个 Scratch 有没有 ？Scratch 的话，积木不要，不会丢在旁边，会不会影响它？不会哦 ，Scratch 是可以的哦。可是 Arduino 你若丢在外面，对它讲是有产生程式的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我以后待会还要用到它，有两种方法。除了丢掉以外，你也可以按右键，按一下右键，如果会出现这个有没有？因为平常我们网页按右键不是出现这个选单吗？您先这样子，按右键之后先不要放。我现在滑鼠按右键我没有放开哦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停用跟启用？我现在是启用这个，你就按一下它，有没有停用了？这样可以确保说这个积木不会影响到，哦，就是变成老师如果按右键放开就马上跳出这个的话。你就按右键不要放，移到这里来启用，按下左键，这样子就可以用了。好，
这个是积木的那个部分，您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呢就要有互动的，我就来这边点击灯泡。硬体设好了，点击灯泡要做什么事情？把我的 LED 灯硬体的打开。这一张要不要换掉？这一张也要换掉啊，对吧？哦，所以呢，我做两件事情，一个 LED 灯如果按下去了，它就亮。然后呢，顺便帮我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都是一样的动作，可是为什么执行两次？因为一个是控制我们真正的 LED 灯，一个是控制网页上的这个图片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实际来测试看看，一样再来这边 play 一下。现在 play 不会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点这个灯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我现在这边测还不行的哈，因为我的装置现在连线还有点问题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讲一下。刚刚老师就发现了，按了之后会亮，但是按就没有理它，因为你是设定按了就一直亮而已。所以呢，它有一个状态，你看一下左手边，记得要先停止哦，好，要先停止，点到这边，有没有一个叫做状态切换？亮的就按，暗的就，这就等于是单向，就是双向开关的意思啦，哦，所以这样你就不用说我要先去做判断，所以你点击的时候，管你是哪一种，丢到旁边，这个，那 LED 灯也有，有没有个状态切换？两个都有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我按执行，点了，如果有亮，你再点一下，它就会关。那这个部分，如果我现在不行，请问我用模拟器行不行？模拟器可以，因为模拟器有没有烧杯？有。有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烧杯一样有。有没有？所以我现在不行，我就用这个，先给您看一下，这里拉出来，你看，我现在把它丢掉。有没有发现左边也是有个互动的？好，那一样的，我就来这个地方点击灯泡，告诉他点击灯泡做什么事情，状态切换，这里也是状态切换。好的 ，play。哎，你有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哦？人家 play 的时候啊，这个这电灯会插上去。按一下有没有亮？按一下有没有关？所以虽然我这边看不到，但是这里也看得到嘛。所以回家还是可以玩，好吗？